做实验永远无限有时间，所以永远做实验好吗？不好，对对对对，不好不好。好，那问问学长、学姐也是好的，但是我一直讲的是，你要知道什么？嗯、自己想一想，问问自己的心里的深一点的地方，是很重要吧？嗯，对对对对对，就是说要问自己到底想要研究什么。嗯，对，要什么？但是要突然有人找你要研究什么，是难吧？难。所以一直问你自己有兴趣的地方在哪里，是自己要想一想，是吧？嗯，那开始的地方是怎么样没有关系。嗯，麻酱面很好吃，也是可以，是吧？嗯，是吧？那怎么讲？那类似很单纯的事，那，那这个是，企鹅很可爱，嗯，也是可以吧？嗯，也是可以，可以，这个是鲨鱼，对，很可爱，嗯，很恐怖，也可以，对，这个地方开始也是可以，因为最少你自己。心理里面出来的感觉的，对，这个是很重要，完全都没有的地方，嗯、突然动机嘛 ，motivation， 想要做的事情、哦、飞过来打雷打我的感觉，我突然我想到哦。那个是有一些特别的生病，有什么为了什么的社会的贡献什么，奇怪吧？嗯，奇怪吧？嗯，奇怪，有过程，有的人是嗯，我想要贡献台湾的那个医疗了，还有台湾的那个专业了，有、嗯、没关系，但是这样的人也是有一些的过程，自己心里面想要什么，自己想的时候，我要做有兴趣这里的地方，自己想到，所以我开始做，是吧？嗯，是吧？这特别观察生物是吧？对，观察生物的时候，嗯，这样的这样的那个课题的时候，嗯，你要努力的地方是做实验，很多实验做介于捞鱼，不是吧？不是。嗯，所以那一直也这个动物很可爱，这个鱼很可爱，是好吗？一开始要先有这样子的想法。嗯、对，所以我一直说明的是那个。言語化，语言化吧。嗯。嗯嗯，对，这个是靠科学的语言来用，你要表达出来你要做的事情。嗯。对，是吧？嗯。刚开始的时候，这个可以，什么是好吃也是可以，好吃可以，都可以，但是那大家同意吗？嗯，好吗？哦，牛肉面很好吃哦，拜手。不是吧？不是。那下一步为什么我感觉牛肉面是很好吃啊？因为牛肉面里面的成分是什么？那以后很认真想的时候啊，所以我要做有一些的分析科学的路线想要去的人也是有吧？嗯、我想要做很好吃的牛肉面，所以我很认真想啊，这个牛肉面里面的这个的成分很重要、啊、那个是一种的，可以去这种的路线的科学，有一些的生物学，特别养动物养鱼喜欢的类似，哦，这个鱼很可爱，是吧？第一次开始的时候是这样子，嗯，但是这个是不太可能，一直想可以，一直想要养鱼是不能变那个科学，对，是吧？那这个内容要变科学的时候，自己想一想，啊，就是要用。
语言去分析，应该要去用其他科学的角度分析这个想法，然后把它弄成，把它转换，或者是用其他的文字转化成一个可以研究的科学课题，这样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这个是有这个是简单嘛？已经这个行为吗？这个行为，这个的方式要学，是吧？对，要常常学。简单。